挑战无人售卖外星人。这是我们昨天套圈的时候套中的外星人，太丑了，太不小心了，怎么就套中你了呢？所以我们决定把它无人售卖，定价多少钱比较合适？9块钱吧。9.9块吧，不能再多了。反正待会儿我们要在这边吃午饭的，现在去找个打字复印店打一个9.9块的收款码。各位小伙伴，你们觉得能卖出去吗？请把你们的答案打在公屏上。肯定卖得出去。如果卖不出去，为什么要生产呢？找到一家，打印一个文档，我自己来编辑一下。好了，要哪一张？5块。OK， 我已经做好了，正在打印。这下好了，不算娃娃的成本就已经去了5块了。请把良心商家打在公屏上，我们不为赚钱啊，我们只为把它霍霍掉。我们现在去餐厅门口。哎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拿着，太粗鲁了，它会脑充血的。你看它充血了没？它说不出来话而已。来吧。放哪里啊？就放在门口啊。希望你今天能够卖出个好价钱，死个二维码。Hello， 嗨嗨，这是干嘛的？无人售卖，就放在这边。没人买，我帮你。别，说不好真的有人买了。现在是正中午，这边有一排的餐厅，来往吃饭的人也比较多，所以卖出去的几率会比较大一点。我们现在去楼上看看会不会有人来买。怪了，怎么还没有人过来呢？看一眼啊，看一下呀。我发现个问题，我们的摊位太深了，我决定把外星人往外挪一点，换个位置，这样的话就更明显一些，所有的车都会从这边进来，然后从边经过，哎，就发现了。这位女士看了一段时间了，然后她拍了一张照片就走了。先吃饭。嘿，这个厨师好像有什么兴趣，怎么就走了呢？哎，别走啊，你多看两眼啊。突然觉得好可怜啊，在下雨了。哎呀，我的妈耶，这个天怎么说变就变呢？走，你坐副驾驶。现在是下午4:30，马上学校不是要放学吗？我们准备在学校附近摆摊，但是我们并没有去学校门口啊，因为学校门口人实在是太多了，不想引起围观。其实我已经找好地方了，就是这边，因为待会儿所有的家长带着孩子都会从那边过来，会经过这边，就放在这里。翠翠接小星星去了。哎呀，好好笑啊。就这样等待你的主人吧，我先走了，我找个好地方偷偷的观察。你们觉得这个外星人可以卖出去吗？我觉得有戏，因为这边的孩子太多了。一天一度的放学大戏即将上演。好，第一批神兽已经出来了。哎，就这么走了，方向不一致，不要着急，会有人把你带走的。来了一大批小朋友来了，我感觉自己像个小偷一样偷拍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就在这里，他们都发现了。喂，这拿走了。啊，不对，过去拍了一张照片就走了吗？我以为他扫码去了呢。啊，你们都走了呀，过来看一下也好啊。哎，这个小女孩她好像在说，妈妈，我要买这个，只要9.9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妈妈说，太丑了。没关系，还有下一波。这谁啊？哦，这是我儿子，他发现了。啊，又有小伙伴都过来看了，围了一圈小朋友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，这下尴尬了，没有一个人想要，连小星星都不想要。没关系，马上还有最后一波，我去看一下。被弄歪了，这说明我们服务态度不行。加油，反正我也不想要你。嘿，实在卖不出去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这么好的地段都没有人要，那肯定就是长得太丑了。还有最后一波，他们在等红绿灯。叮叮嘟，来了，宝宝们。哎，你们看一眼啊，我就长得这么丑吗？你们不能以貌取人啊。哎呦啊，我的天哪，好讨厌啊。刚刚一辆车刷过去，水就飙过来了，真的太坏了，这个人太坏了。你自己慢一点跑嘛，不要影响情绪。哎，有一位奶奶看到了，这是啥？他们肯定在想，现在年轻人真会玩，做生意都这么偷懒的吗？来了最后一波，看见了，看到了，走过来了，有戏。他老爸看了一眼，还摸了一下，他们就这么走了，都是过来看热闹的，很能理解。这下尴尬了，东西没卖出去，衣服还弄脏了，你说你好吧，这也不是你的错，长得太丑不能怪他，对不对？这是命运的安排，我这又要把你带回去。
各位小伙伴，你们有没有办法把这个奇丑无比的外星人用9.9的价格卖出去呢？我觉得好困难啊。我们就把它放在这里吧，也许会有人把它带走。你这是什么笑容？回家回家，看有没有有缘人了。哎哎哎，我被工作人员扔到垃圾桶去了。扔了？扔了。真的？真的？丢垃圾桶了？嗯。那就这样吧，我觉得这也挺好的，我下不了手。这条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我们的视频请帮我们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、上来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